大家都知道，优酪乳有乳酸菌，肠胃里也有乳酸菌。不过你知道吗？其实乳酸菌还是女生的秘密守护者哦。乳酸菌除了会出现在发酵类食品或人体肠道外，在女性阴道里也有70%以上的细菌是属于乳酸菌属。乳酸菌会代谢糖类并产生酸，让阴道里的 pH 值变低，使其他细菌无法适应环境而死翘翘，顺势成为阴道里最强势的细菌。除了乳酸，乳酸菌还会产生抗菌物质，像是过氧化氢或细菌素来打击异己，让自己独霸天下。而且还刚好可以帮助人类抵抗外来细菌入侵，避免细菌性的性病发生呢。哦，居然这么厉害！那么在哪里才能得到呢？在我们刚出生经过妈妈的阴道时，我们身上会沾到一些细菌，一部分会进入到肠道里，变成第一批肠道细菌。如果是女婴，则会有另一部分变成阴道里的细菌，这就是阴道乳酸菌的由来。刚出生的我们免疫系统非常脆弱，乳酸菌可是我们对抗外来病菌的小小守护者呢。细菌就像一盒巧克力，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发现里面有什么口味，是像黄色微球菌一样的圆滚可爱，像扭曲释迦基菌一样令人心醉神迷，像费雪湖菌一样照亮别人，像丁香甲丹胞菌一样冰冰凉凉，还是像乳酸菌一样善于保护自己呢？在人生旅途的前方，一定还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所不知道的。那么，就让我们继续踏上旅程，前往未知的旅程探险吧。